近天气很不错，我们要去 Sunday Market。现在又想念回老家逛市集的感觉了。你知道我们那种逛街是一边，哎呦，又下大雨了。Morning。他就是可以给钱，可以不给钱。一边刮风一边下雨，墨尔本的夏天比我怎么觉得比冬天还冷。这是一个有41年历史的 Sunday Market， 卖的二手东西吧？对，敢买吗？还想和孩儿带吗？那不敢。我很向往的 Vintage， 小鹏姐说这不是 Vintage， 这是二手货。你买了哪个？观音瓶？观音瓶啊，我也拆羊头针，我这观音瓶。拿着你的战利品。摆一个，就差一根绿苗，还好像有点什么问题，那个脑子。我是不是应该买这放床头啊？叫周亮好不好？你有病！周亮。这边如果卖二手衣服连洗都不洗是吗？那果然跟 Vintage 还是有差别的。 Vintage 至少它处理会处理得很干净的那种吧。哎，有个咖啡车，电报机。我到哪儿都喜欢逛市场。红斌，你要去山西，我带你赶山西的农村大集，那你真能淘到古董。我不要这些东西，我要干农副产品。那农副产品啊，农村农副产品多 match 啊。陆路的，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有好东西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好东西。这是什么好东西？四岁，我先。你小心点皮儿啊，菜一个一个。啊，没没，这些前面的这些随便菜，没事。你所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没它值钱，是吗？这是什么木头的呀？黄杨木。哎，看起来好精致啊！老姜老活，他画的这个工作的多细。嗯。那我可以摸一下吗？蹭一蹭就这么完了。耶、yeah, ，包浆不就是为了它能更漂亮吗？是吧？其实这个包浆啊，人都放在手里不停的把玩那些东西。嗯，要摸是吧？这就是艺术，不要当偶像去卖、嗯。这都你们世界各地淘来的吗？是啊，满世界跑。哇。这个歌我知道哎，这歌郑钧翻唱过。看看那四个瓶儿是不是得一起卖啊 ？Excuse me, and how much for this one? 他要问他的 Honey， 他的 Wife 看起来像个吉普赛女郎。That is crazy.Does it make a video? Yes. Oh wow. Wow. We should say wow. Wow. One, two, three. Wow. 看上就买，毫不犹豫，就到哪里都能消费。这是多老的潜水的头盔。很酷啊！我走到哪儿都特别爱逛市场，我觉得就市场就是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地方，会有很多惊喜，不像商场，可能来回来去其实就是那些牌子。居然还有卖地毯的，又听到小提琴的声音，好像是个中国小孩。三岁拿起画笔，咔咔一顿画，中国画，或者三岁看着钢琴走动道，咚咚咚一顿弹，哇塞！你现在已经把教育孩子这个事儿寄希望于奇迹了，是吗？那我儿子能出来就是个奇迹。什么叫奇迹？就压根儿八竿子跟我打不着边儿。想得美。喝水的时候跟我这样，就是你还不知道我们意思吗？哦，说下雨就下雨了，哎，突然下了很大的雨。哎哎，等会儿我知道了。这鸽子向我们走了，开始吃面包渣了。哇塞，都
都来了。哎呀妈呀！这个刘老师都贼带劲。对，我看到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这雨中的浪漫 ，brunch time。他们真的 enjoy 他们的 brunch。这人过来拦他，不然他们都不在意。真的有很多人根本不在乎下雨，他们在雨中 enjoy 他们的 brunch。搞不好以后就是我的工作了。Selena， thank you。就两千二的酒吧。OK， 星期天的市场上等一杯咖啡太不容易了。一杯咖啡圆满结束，啥也没买。